肉圆随着地域的不同，有着不同的料理方法，就连内馅也各具特色。但是，无论哪种派别的肉圆，都是台湾特色小吃的一份子，承载着历史，传承了先人的经验和智慧。位在后火车站广场旁的黑肉圆是今日的主角。别看店名有个黑字，就认定这里的肉圆是黑色的。其实黑指的是内馅，使用黑猪肉制成的馅料，镶嵌着红萝卜丝与笋丝，使得肉圆的口感更有层次，风味更佳，并以蒸的方式料理肉圆，让黑肉圆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肉圆风范。